茄萧农业博览会，云林县政府请来知名导演拍摄微电影，并出动最新的六旋翼捕捉云林农业之美。南投埔里美人腿节登场，为了登上2014月历，参赛佳丽在现场拉票比美腿，也比高人气。年仅一岁的詹小弟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，幸好靠着弟弟的脐带血，让他恢复原本健康可爱的模样。更详细的内容，请锁定6月29号的中台湾生活网。